大家看一下，两个底座，四根栏杆，一张说明书，一根毛巾杆，一个小包，一根弹簧管，一包不锈钢管。这个不锈钢管，收到你要看一下，这条长的这条是伸缩管，先把这条伸缩管拿出来。好，这条伸缩管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紧，一个松。你先把往松的这方向拧一下，好，松了，完了拉上来，拉上来之后先把它拧紧，不要拉得太高。好，拧紧了，拧紧之后把这个弹簧管塞到这小管上面，好了，再塞一个底座。好，这条管子先放一边。完了，这两条是一样的管子，这管子一头是一样大的，一头是小一点的。这条小一点的这头是拿来套。先把这个圈从这头套进去，套进去，搞到最底下，完了再拿一个盘子，这样子套下去。就这样子，一次类推，把这些硅胶圈一个一个放进去，盘子放进去就好了。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，因为为了节省时间。好，一次类推套好，套好之后，上面还要套个圈，再套一根毛巾杆。就好了，好了之后底下把这底座套在底下，一般的地方只要是两米四以下，就这条管子就不用了，有多的。好，这头小的从这里塞进去就好了。先跟自己的位置找得差不多，这里不要拧得太紧，先把这个位置调得差不多，盘子调差不多之后，这四个盘子都调上来，调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之后，再把这个缩管给它提高 1.5 厘米，就是说整条管子要比你想要的高度要高 1.5 厘米，这样子就能进去了，能顶得牢了。